我现在拿一张悠游卡，然后让你储值吗？那先储1200，然后再设定月票。所以就是拿我平常在用的捷运卡就是了嘛。我看你要不要区分啦，对。Okay. 它就需要有一张悠游卡就对了，信用卡连你悠游卡也可以。OK OK。悠游卡功能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思考一下。那反正它就是以一个月为那个30天。哦，30天，所以我第一笔开始起算30天。哦。好，出资不算，那明天的刷第一笔就是明天开始算。好，谢谢站长，我们再讨论一下，谢谢。哇。